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陈逸飞医生你好，我是邓超，听说你很喜欢听我唱歌，真的太荣幸了。你和医疗队的队员们现在还好吗？这些天来你们辛苦了，我知道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很辛苦，都很不容易，尤其是听到你不顾自身的安危抢救危重病人的经历，我深深地被震撼到了。要向你们学习，从你们身上学到太多东西了。最后我想请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，因为听说你喜欢踢足球，我也特别爱运动，等疫情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约着一块去运动，一块去唱歌，也想请你和你的同事们来看我们电影的首映。陈医生，向你致敬，向你的队友们致敬，保重。